心血管疾病是全球的头号杀手，然而八成心血管疾病引致的死亡个案是可以透过良好生活习惯来预防。那究竟我们可以怎样从饮食着手照顾好心血管健康？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外面有一个控制降索升降的装置，由绞车手负责控制。而这个被堪称为直升机机师第三只眼的绞车手，到底他们的工作是怎样？今晚港台电视31《凝聚香港》。